表情，不要忘记。这次没有努力念书哦，考不好哦，从第二志愿掉下来喽。那加油，好不好？第三个没有报应，我跟你讲，才不会。你们大家一投去抽九分才有效的。这种事不会发生，不会放心。六七八，盖球哈。好嘞，菜爆炒干炒之后。没有加任何油，没有，这就比较属于像客家的一个做法。先把这全部炒香，炒香水分抽干之后，等一下鱼丁进来，那个虱目的鱼油就会被这些吸收。哇，会没？更香。那我们那个阿基斯那边也好像有要试吃哦，哦，要试吃了哦，看看我今天下面是不是否极泰来了哦。来，我们国碧来，我把火打开啊。让它泡一下子，我们大概40秒钟就熟。那现在我们先猜题，好不好？好嘞。题目是鱼，很难哦。斑马鱼的寿命虽然不长，但是它有很强的繁殖能力。它们竟然 A 出生7天就能够生小鱼 ，B 每7天就可以产一次的卵。请问 A 或 B？ 哇，这真的是。A， 写到手。不，输了。你怎么会输啦？你在我们怎么站？天意。天意，还是难道说你答错啊？他应该答错了。还是让你自己。注定注定。好难过、哦。答错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今天选民。我忘记了，不弃不爱，只剩又何必？生7天就生小鱼，也太夸张了。哎。好了吗？干嘛？了没？五逆机组要来了。B 不可以忤逆地基组，你既然有求于他，真的，我都在跟他开玩笑哦，不然他生气了。你要是不听他的话，他就让你考上第一志愿哦。你想选 A， 地基组叫你选 B， 没有，你要怎么办？地基组都会来的。这就是很为难。小心他会打人哦，不然你再问一次。想做效果对不对？你要鼓励他，以后你都不能有求于他了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相信他。他上次弄过我。但是 ，but but， 他也帮过你很多次。三位请选择。我要相信地基组。我这个人就是迷信。我虽然觉得是 A， 但是我就是不想选你。你不会想跟我在一起啊？不要为难我。不要为难我。两个儿子他很难选呐。我们四个一起吃香蕉没关系。对啊，一起吃嘛，团结力量大。对，答案是，恭喜。长，但是斑马鱼的繁殖能力却很强，它约3个月大了就能够达到性成熟，而且每隔7天可以产卵一次，一年可连续产卵6至7次。正确答案是 B。啊，好香哦！他就是刚这样甩了几下，它就有 Q 弹度就出来了，就出来了，没错。哇，今天到底食材是什么？今天到底主食材是什么？香蕉啊。谢谢，我没有意见的，来吧。来吧。好紧张哦。第一，第一，好，确定哦。哇，往中间跑。佳佳。好。走去哪呢？走。啊，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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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了。第8针了。
对，好了，让他七八根呢，七八根，七八根，十六，你八加八，八加八，但这张纸都写不下呀，看这情况，我们有新的纸了，好可怜哦。现在还没有突破他自己的那个吗？还没啊，才二十一，你也加把劲好不好？超过哎，我二十四哎，还对着镜头比一个年龄了。嗯，感谢。破五指咸冬瓜，调一点糖。那现在刚刚的虱目鱼肚了，这个鱼油丰厚的部分，我把它翻上来了啊，让它容易入味一点，整个是原味。那刚刚炸好的丸子，我放旁边一起蒸。那这边呢，没有翻的部分，我把蛤蜊给放进来。有什么差别吗？有差别，因为鱼肚的部分呢，除了鱼油以外，它的肚腩呢很爽口，可是没有鱼肉的鲜味。肚腩。那必须我用蛤蜊去吊它的一个鲜味。那我这边蒸的时间是两分钟。好，两分钟。两分钟以后呢，我上面就是下一点点红辣椒丁，这一个葱花绿啊，那么在上面点缀一下，这样子就成菜了。那我们待会再回来。好的。菜粕呢，跟香菇丁，然后姜末下去煸到香味出来之后呢，再把这个鱼肉丁放进来。那这边的油都来自于鱼肉的油脂啊，全部都是啊。对对，那加一些糖啊、胡椒粉啊。那一碗是什么？对，那个甜辣酱。这个。这个然后是葱油，等下淋进来。葱油。对，红葱头油，红葱头油。来。你这个是等一下要坐在那个柜上面的。对对对对，就是代替这个肉臊。哦。辣椒，然后的肉臊是用鱼肉做的啊，对，这是葱油，哇，加匙进来，香气就出来了。好想睡哦。哇，这个料头很特别，对啊，看起来好吃哦。你几乎那个什么辣椒跟那个白芝麻都是热拌的耶。没有炒，对对，来完成。嗯，状元鱼酥是吧？鱼酥糕，鱼酥糕。啊，其实也蒸好了，来。好，那我这边烧了两大匙的香油，是直接把它冲到这个葱花跟辣椒里面来，嗯，拿它来点缀啊，不可以放生的，嗯，一定要熟。哇哦。整个经过了被局部的采用了它，然后大小均匀，哇，肥美，汤从台湾头满溢到台湾尾，然后感觉上有两丝的效果，对，还有猪成丸，事实上两边都是鱼腹肉了，只是它的其他的身体做成的鱼丸，你们刚才都吃到了，好吃。他们刚才吃的那个刚从油锅里上来冷却的，嗯，跟现在再回蒸回软的，它的差异在哪里？会不会变得比较干一些，或者是更软嫩一些？你是指丸子还是指肉？丸子，丸子还会更湿润。哇，吸收汤汁了。嗯。哇，阿基师啊，那丸子真的很好吃。等一下我餐饮的时候，你帮我选答案。不行，你现在求助于阿基师了。还有一个第二个志愿呢。黄小新菜题画成墙头草，罗马一席话就要扯成面子，当场挂不住了。准备，没关系，选手不，中间选民请选择。好了，这种最后我觉得可以跟你站在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太想吃了，没关系啊，让你吃啊。我怎么可以这么不仁不义呢？过来过来，好啦好啦，我来啦我来啦，哎，换你过去啦，那我要回来。答案是一。你们说到八根都没有效果，真的吗？来八八，应该是二。哎，真的是二，真的是二。你帮我最想抽的抽掉。你刚有三次机会，你又不抽，这叫最想抽。怎么这也是你？这怎么这也是你？